Right, it's very smooth. Let's do a bunch of points. But importantly, you know. Hi, 大家好，我是温博。Long time no see, actually 已经好多天了。然后 today， 今天我们看，一个很有趣的日常，也是 program， 是学校举行的。然后我有参加，然后我也有亲自体验，就是乐高 robot， 乐高的机器组件这些，就是让你组成机器人呐、啊。然后机器的车呀，然后让你做一些 program， 就是做一些编程，让这个车可以动，让这个车可以有控制系统，有像，其实它的有一些就是像声探测它的距离是多少，或者是让它最难的就是让它在一条黑白之间的线上面绕着走，然后接下来我会一一呈现，然后每一个阶段我应该都会讲解一点点，然后 Let's go。经过上面的几张图，咱们大概知道了，它有一个脑袋，就像我们的 head， 就是操控，然后就像一个 small computer 一样，其实就像手机一样，可是手机有更多功能，它就只能传输 program 然后运作，然后还有像汽车的两个轮胎一样的东西，它就是车，然后。再下来就是各种小组件，这种小组件对于就是汽车的灵敏性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咱们就开始看一些 program， 就是一些编程完成之后它是怎么运作的。Let's go。狗一样遛机器，怎么办？什么？往回推，再推，让它往前。我玩一下。要高一点，稍高一点，不要特别近，特别近了它就识别不了了。还有两个洞都能，你都照住。
It says minus, but we're still getting the right answer. 77. Yeah, yeah. Can see this, very much appreciate. Also very happy that the school can, I can register, and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. And I can also play some things I want to play. And also get a lot of help, and also get a lot of knowledge. 我也会分享更多像这样的小的很有经历的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点赞订阅分享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准备第二频道，如果大家有什么 idea 想法，对于影片的问题啊这些啊都可以留言，留在留言下方，然后我们会每一查看每一条留言，争取做到符合大众的口味，然后也希望得到更多的 idea， 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们的成长，所以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next time。